之前用的这种拼接爬行垫一旦洒水清理起来很麻烦，最近入手的这款可折叠的爬行垫就好用多了。它的厚度足够，不怕宝宝摔倒，表面是防滑设计，而且打理也方便。它采用的是环保 XPE 材质，我收到就闻了一下，没有任何异味。它可一秒收纳，不占空。哎，龚经理啊，我去老丈人家，你借我台车呗。上回不借完了吗？再去一趟吗？去一趟，这回借啥呀？随便，那你看着借呗。给你整个大 G 吧。大 G 不行，太普通了。好几台大 G 呢，黑色白色的。上回不开黑的吗？开个白的呢？白的也不行，不要大 G。就不要大 G 了，现在。对。帕拉梅拉，底盘升降，混动车都能开。帕拉梅拉也不行啊。帕拉梅拉不行，这么的，我私人的法拉利。这个行啊，但这玩意儿底盘太低了，我要给你刮碎喽，咋整啊？你忘了跟人说啥的了？银行拍卖车半价的啊，碰上了都没有事儿，开去吧。那老铁们想买车咋整啊？双击关注，一会儿直播带你看看。放风。在寻找什么？是否已丢失太多？这里每一种答案都不是于你和我。你还在寻找什么？是否被天真掠过？这里每一次成长，痛而决绝。